曾经会念，然后礼拜的一些念词，所有的念词都已经学会了，发音非常标准。然后他又教自己的小孩子、小孙女，然后再学习这些东西。难道说他们不比我们优越吗？我们的优越感在哪里？对吧？所以就说，这些人的信仰是最纯正的、最直接的经历。我前面我也跟有些朋友讲，这个刚才在礼拜之前，我自己那个调度的时候讲了这么一个事儿：清真饮食习惯，对于中国的穆斯林来讲是最后的一道防线。这个大家是不是赞同？我们的信仰是在心里，对吧？我们的空修是在家里，在寺里。我们到外边以后，跟其他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了。